上午好。魏老师及全体匠人们上午好。我来自济南。好地方。我叫段木兰。好地方。我是长生学的受益者，我今天来啊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被长生学是如何滋养的。我接触长生学呀，是五月九号，今年的五月九号，我在大学里一个给我上电工学的一个老师，他在美国是跟着咱魏老师的夫人学会的，他在那里传递，他把这个好消息啊，还有很多的照片传给我，而且提供了济南的联系人张丽君老师，所以我立即和张老师联系上以后，正好那个时候啊，我的肩膀啊，就是正月底，我洗澡的时候咣当当摔倒了，摔到洗衣机上，又弹下来，又摔到地上，当时半个多小时起不来，喊我的丈夫，他好长时间才听见，他把我扶起来坐着，起来以后这个胳膊呀、啊，就不能动。我想那个丈夫说上医院吧，我对医院非常抵触，一般情况下不愿意进医院。我就说贴贴膏药，什么抹抹药膏，等等看吧，就自己买了那个伤势止疼膏，抹那个复他林，抹了一段，效果非常的不明显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是在美国的我的老师给我提供这个消息，我和张老师和张丽君老师联系上以后，他就说你过来吧，阿姨，我就坐着车到他们那个调整站，前前后后一共调整了五次吧，彻底好了。感恩长生学给了我健康，从那以后我是彻底的服气，百分之百的相信这个长生学，我就很想着我怎么就能会呢？这个时候啊，美国的老师给我提供了，说是八月初啊，在深圳还是在哪里有一个班，我就想去。家人嘛就说你迷迷糊糊的，因为我是脑梗塞，失忆以后又恢复的，出去回过来不记事的，好多年的事都不记得，不放心，不让我去。这个时候，张丽君老师啊，这个师兄啊，就说，阿姨，咱们济南啊，这个八月份，咱们山东啊，八月份有一个班，你上泰安吧。他看着我年纪大了，哎呦，我说太好了，我在有生之年啊，不但被长生学呵护了，而且还有机会参加学习班，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。所以我就盼啊，终于盼到了这一次学习班来了。这是前一段的一个实例，把我这个肩膀调整好了。而且呢，我昨天呀、我听这个魏老师讲，这个百会穴还能调整骨骼。我忽然发现啊，我最近为什么这个膝盖不疼呢？因为我年轻在初中高中啊，是在那个小篮球队的，是这关节都不是很好，可能就是在那个张丽君师兄的调整站，他们给我调整肩膀的时候，同时啊，不是每次都是摸着这个地方，把我这个膝盖啊，同时也调整好了，现在走到两条腿非常轻松。这还是没被开学之前呢，我昨天被开了学，哎呀，身上更是轻松得很。这是稍微远一点的，再说一个最近的，就是今天早上我起床以后，我到我那个床的那一边去拉窗帘，不小心他那个窗下边有一块木板啊，不是很平的，有点错出来，把我这个胶啊蹭划破了，非常的疼，我也没在乎。过一会儿我又过去时，我拿包是怎么又划了一下。这一次啊，还是这个小拇脚趾这个头这个顶上划的口子更深了，接着那个血液就出来了，又疼又流血。这个时候和我同房间的
有一位师妹，她说你赶快的捂住，哎呀，我疼了，我都忘了利用了，她人是活学活学，马上指点我，我就一只手扶着这，一只手握着扶着她，过了不到一分钟不留了，不留血，哎呀，太灵验了。我觉得这个长生学对人类就是一种很好的呵护，所以我今早上我来这个参加班之前，我一边走着一边写了一首感恩的歌，我就说一说这个词儿，感恩长生学给我带来健康，感恩长生学帮我来滋养，感恩魏玉创始人魏玉鹏老师，感恩长生学的师兄师姐们热心爱心传递，生活在长生学世界里，心里快乐又健康，长生学世界里爱心传递，有你也有我。谢谢大家。